就是不怕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我们还是跟那湖南乌达斯啊。煮饭呢？啊，回家嘛，第一个啊，枸杞。但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Udas pipi udasio, u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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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 pi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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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io, udas pipi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吴大师比比，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 BB 哎，吴大师 BB， 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B。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出的吧？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出的隧道是不是？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马烧让你。嗯。关机。把你放出来。阿妈。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就这样吧。我念让你迷上。哦，什么？我念让你迷上。不打是比比。那个这一队你们在前面一点哈，让大家看清楚一下。好，我们这一队新人真的是郎才女貌哈。
那个爸爸妈妈，尤其是黄承宗跟玛丽哈，特别再三交代，他说王大力你上去主持，不要让他们两个亲嘴。我说好，这一对我特别通融，我不会让你们两个亲嘴。好，但是你们要这个回家再亲啊，都没关系。但是我还是要做一件事情，尤其南方，这个是我们你们看到，从这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以上，全部都是台雅族。南澳区，你们是那边叫什么区？我们的冠群嘛，我们这个南澳群哈。但是尤其哈，刚刚那个谁，我们林姓乡长讲了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我们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走到司马库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南澳要走三个月，为什么还要带药啊？如果准备好药给爸爸妈妈啊，因为你爸爸有个痛风、高血压啊，这个要带着啊，所以他必须要走三个月。你们下山一天，他们昨天经过大同。新竹大头就已经到这边了，但是我们然后往上爬要三个月，所以要慎重考虑一下。我是劝你们还是去了，好，最后来，面对面，面对面，我们要这两个亲嘴了，来，轻轻握他的手 ，OK， 握好了，没有握什么，哎，对，好，当着所有我们南澳群的面你要讲一句你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哪怕是一句到两句，说给你老婆听，我们觉得满意，你才能讲，才能结束啊，好不好？用你最智慧的言语，不要用法律的观点去看，好不好？亲爱的老婆，我相信你是上天注定给我的，我会用心呵护着你，我的爱妻。但是我觉得还不是很满意了。但是我跟你讲，再用我们达燕的话，因为他很少听他爸爸讲达燕的话。好，老哈。十五十五，你们让马步，怎么样？听得懂吗？听得懂，他们都听不懂，大家都听不懂。好，罗罗，你要讲一句，对你老公讲，我不要你亲他嘛，你亲他哈，爸爸也不。问一下，你会讲哪一些道卡斯族的话？随便，字都可以。有没有妈妈或爸爸什么简单的一两个字呢？因为没有啦，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准备要准备资料要学啦，就都还没开始上课，没有，我们已经失落很久了啦，最近几年才慢慢在恢复，找回来那些。主要分布在刚刚说那个什么后龙镇，后龙镇新社，新港社，新港社，那个母语怎么会？母语是今年才设计说要念的。之前没有，但是有组成单位，推一些文化就对了。有。然后母语就是比较晚才弄。对，因为我们一直想要进入那个原住民族群，所以我们昨天有去八百族，他们也要争取进去啊。平埔族的现在也说很多要争取进去啊。可能我们基地，因为我们已经跟平地的同化。那你有没有平埔族的名字？道卡斯族啊。母语发展的比较晚。对，因为我们有没有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100多个字。对，因为以前流落的部分有没有，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然后一些耆老有没有都已经过世了，所以一些有没有文字啊什么都没有保存，所以现在目前只剩下100多个而已。对。70、80岁的还有人在吗？70、80岁的有，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母语的话很少，对，然后他们能流传下来的文字也很少。谢谢亲爱的老公对我好，然后对我有很大的包容，然后以后要常带我回家呢。好，我跟你讲啊，这个是当女儿的心哈，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两个女儿嘛，所以我女儿要出嫁可能会掉眼泪，可是女儿一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要记得哈，当她想着你们两个不高兴的时候，她想着爸爸妈妈一定要让她回来，知道吗？要不然她会打神木山去怎么办？下不来的，开玩笑哈，我们是用最热情的掌声来祝福这个新人，好不好？掌声大声一点，那么小声大声。
你们要唱歌吗？好，他们这一对新人呢，要唱一首歌给大家听，这就是年轻人的世代。好，老一辈是赶快下去就好了，喝两杯，不用，他们要唱一首歌，来，掌声鼓励一下。舅妈，准备一下，下一首，舅妈。
有一个很特别的。好，你们两个来面对面，来把杯子拿过来一下哈。好，你们两个要喝交杯酒啊，来一个拿一杯，手勾勾手，右手。杜刚嘉宾，杜刚嘉宾，刚问鸡，刚问鸡，啥音不少什么哟？乌都嘛你鬼鬼，罗嘎扎来，黑老罗哎。看这边，再介绍一下国语名字。我的名字叫白宇航。太阳名字。太阳名字叫宇浩。哪一组？太阳组。住哪一村？奥村。哪个国小？奥国小。几岁？几年级？八岁三年级。好，旁边给他鼓掌一下啊、好，谢谢哈。你会 B-box 哈？那就开始表演哦，来呗，开始。很好。看这边，看这里哦。问你敢不敢再说个人你爱我，想要这样为爱习惯，到底你会怎么想？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花和美染了干湿木，一束路光之后那段路暗淡，不计数那奴婢，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碧柳呼吸不能安安，一大碗阿尼嘎阿皮和伯鲁，只有那古娃都卡苏娃娃卡皮西努阿你阿尼玛巴四十玫瑰如何能有你巴古玛古娃古星啊，白羊几嘞？哪一代呀？古星啊，白羊几嘞？哪一代呀？姨妈，白羊几嘞？一束色外，白羊几嘞？不嘛嘞，伊叔阿叔呀，白羊几嘞？老黑本阿三怎么落寞？我要换。白羊的马路是个烂古井。我阿啥意思？我阿啥意思？花束花纹，我阿啥用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五度沙印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好，不能掉出去哦，哈，不能掉出来哦，一滴都不能掉。好，干杯！掌声鼓一下。好，你们以后就像这样，彼此手牵手，永远不能放弃对方。好，好，再来一杯，来，再拿过来。好，这一杯呢，要敬所有的长官贵宾，还有你的父母，还有你的亲朋好友，要谢谢他们。好不好？那也请大家举杯一下，虽然他们待会会到各桌敬酒，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让这一位新人呢、举杯，跟大家一起敬，表示你们谢谢您的祝福，也让他们有感恩心。来，举杯，谢谢，干杯，来干。好，非常好。
好，这个杯子给了那个年轻的帅哥哈，也谢谢这位年轻的帅哥。好，牵着你老婆的手，慢慢走，你要在前面哈，不要怕他们跌倒，他跌倒你还可以撑住，还可以背他啊，千万不能坐在后面。哎，对对对对对，啊，一段时间很好啊，来来，慢慢来，慢慢来，好。好，待会我们新郎跟新娘呢，可能还要再换一下衣服，因为他们要到热锅进酒先。没有哈，没有哈，没有换衣服哈。好，那在走的时候，走动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裙摆啊，也比较长一点。好，现在呢，我们欢迎舅妈，啊，大舅妈。啊，也是我同学罗清福罗警官的另一半，他也是没有换过哈、啊。叫什么名字？啊，上来了。林子乐哈，祝毕后哈，帅啊！谢谢。还有，不是四个吗？全力，快点了。五大师，我的宝贝。
谢谢新娘，还有她的姐妹们。哇，你的姐妹身材都不一样啊。有点像不一样。来我们。你要做你就在录影上了吧。好，好，一样的夜光，新郎的阿姨，新郎的阿姨，新郎的阿姨在哪里？好，刚刚不是要上来吗？好，来来来来。来，阿姨，阿姨，阿姨，哎，我都叫你阿姨，我明明比你大，叫你阿姨，是吧？几年级？三年级。来，一样的月光，那个，念一下。来，新郎的阿姨，不要客气哈、哦，在哪里？邀请我们前任的院长杨启寿牧师来给大家勉励，欢迎。我讲这些话，请大家记着，你们今天有的真的都来不易，不要忘记上帝的恩赐。我所要送给毕业生的一句话，一件事情，我近来常常在想，我们做神学的最基本的事情是什么？我认为是跟上帝摔跤，跟上帝呢相符。刚才吴副院长在讲到的时候，他引起了保罗的话，说我们要穿上上帝给我们的装备 ，put on。我现在要给你们一句话，就是 put off， 脱下你们所穿的东西。我不是在否定，但是我要让你们想这个问题。神学就是要跟上帝摔跤，跟那位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摔跤。你怎么摔跤？你打过去打到空气啊，你要想要抓抓不到，但是你又不放弃，像雅各一样，你继续要跟上帝摔跤。你会感觉失望，你会感觉痛身，你会感觉流泪，你不知道怎么办。上帝说你要跟我摔跤，脱掉你所穿的东西吧。你看那个日本的力士相扑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穿衣服？他们没有穿。上帝说脱掉吧，那些虚荣虚假的衣服脱掉吧。帽头上所戴的帽子学士服脱掉吧，你的成就你们的伟大脱掉吧，你的自私你的自卑脱掉吧，什么恐惧的衣服内衣脱掉吧，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一无所有的人。你有一天会觉得你是上帝面前一无所有的人， You are nothing， 你什么都不是。那一天你才会明白，不是你认识上帝，是认上帝认识你。那一天你会找到你信仰的根，你会找到你的力量，你会找到你的希望。上帝要你们带着这样的精神出去跟上帝摔跤，不要自满，不要认为你们在这个地方已经学很多，你们所学到的只是一点点皮毛，你永远学不完。所以各位毕业生，在宝贵的时间，我只有送你们一句话，勇敢的，认真的，不断地跟这位爱你的上帝摔跤。愿上帝祝福你们，祝福这个学校，祝福所有的人。谢谢，谢谢杨牧师的勉励。大光大门的水楼高的森林给那亚巴大太阳，你是我的姐妹，你
是我的 baby。 哦耶，